ใช局長飛埋咪兜講好唔好啊？局長飛埋咪兜啊！喺度改善嘅嚇。咁你知唔知話會即係之前就會推出咁嘅咧？咁係咪即係澳門係唔即係唔會參與喺當中咧？因為係咪因為即係香港個案太多咧？係我哋會而家繼續商討。以及個限額係咪會係最多3000人？之前消息講唔知係咪